无，我恁老母来，安尼不要紧，继续休。哎，休个耳龟啊，要笑出来安尼，你是介意我，介意伊啊？哦，你介意伊哦？安尼，互你下面好蒙到。好啦。伊介意伊，啊，因老母介意你。你拢受老费啦。哦，安尼算起来，我叫你爸爸呢。哎呦！啊，这结婚，马上送作堆啊！迄个是恁什么人？啊，对，今仔拄啊熟识尔。今仔拄啊熟识，因老母介意我，啊，你叫爸爸。啊，我唔敢没介意结婚尔。我今仔唔是恁两个结婚。你当作我咧娶寡戏的？无，我是讲我今仔就叫你唱歌啦，唔是？哎，你当作我嫁我一个签着发财啊？我改掉啊！你袂使安尼讲，毋是一个话，咱两个是红阿婆。阮两个清白的。清白的，啊！你爸较早唔做落的。好啦，莫今麦讲遐啦，你清起啊！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朱大哥，你去买块青龟食。这后悔啊！无这个，咱爱靠伊食青。哎。我这个都有要请伊的员工主持要好我。讲着你安尼。是，朱大哥很看好你。哎，有，哎，天王可以自由的啉呢。哎，这，那讲两个白鸭羹嘛有型啦哈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我看好。在比赛时，我知影讲这个一定会冠军。为什么？观众介意的是安尼，因为费清进人无伊。人无去，人无去，是人无去，是一路好走呀。不是，我别讲，伊个捏啊滴个人无去。什么叫？朱大哥讲话很深奥吧？观众就喜欢这一点，就捏啊无去，人啊个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卖退啦，都扛诶，人等下要搁啉诶，你卖讲懵，你身躯有毒滴诶。那我别来，大细叫查只侪了看。你有做林俊逸？林俊逸不是林俊逸。OK。林俊逸，他的林俊逸的电话耶。好啦，苏大哥来，改这名你绝对大掉。我喝是林俊逸。又快哦！你看你这阵个，你咱讲个存量，你是善，阿个无吧？阿人个吧？阿你。你今麦穿，你今麦穿起，你敢知你偌水？你今仔会当冠军，你就爱记。费玉清送乎你。啊！真的要很谢谢费玉清大哥。对，后过啊人若安怎生日的来去？生日的，生日的。你嘛卖等赞。费玉清的人足好，费玉清嘛我系认真人。哦，他干嘛帮忙我？那我提好你开的呢？无啦，旧话啦。感觉我有型。现在就是一直上网，然后去看他以前的作品，然后会发现说他以前主持或者讲笑话的时候，有当时啊吼啊，那讲一改拍谁啊，是讲说啊，讲到一些笑点的时候，应该啊都对安尼呈现。笑的刚刚花的啊，改的啊呢。你那家有那个病？这是病吗？啊，这是病吗？对吧？哇，你拢个学个对安尼哦。哎呀，你安成个很准啊。哎，酒蒙多灾啦，尿不白啦，啊个在咧很准，这伊拢个学就行。你那要搁再专家，要搁较强的，要搁有费玉清，你要学无掉的。请教朱大哥，专门咧讲黄色的故事，哎也要讲。你有听讲伊外号叫皇帝？有，我知，我知。哦哟，迄你哎呀，讲爱讲噶吼，像因这车，搭在左人车，因这，哎，你莫知你要比呢，还真袂得。系啊，就这吼，我爱讲啊，因拢安结家呢，足优秀。事实上，看到费玉清哦，就是要听色的。爸，我话拢有听过。没办啦，没办啊！有这个机会，已经红起来了。这个机会不要再把它换掉，不会，对不对？像你家的，何人怎样讲？哎，林俊宇也厉害，对不对？你这点生意要好，要赚钱唔赚钱，就当家唱红听，人就给你搞过来。
刷呗。哎，叶总啊，在什么所在？恁真奇怪呢，恁足接来呢，逐工来呢。哈，你当作我唔知恁在创啥？哦，阮这起课是咧，互恁工练的吼。哈，是咧，互恁跳舞的是无？哎，阮在起课咧跳舞，你杀掉阮医生，我煞唔知。阮医生阿袂穿，足介意的。啊，哥你嘛是真奇怪，哎，头一摆看到。无啦，学姐，我新搬来，我住五楼啦。算个你学姐，我无留学，你学姐。我是吼，我改讲我读护理科的啦，我想讲来遮改恁樱桃，恁有看护书无？你讲我穿什么衫？你当作我的变啥啦？无啊，学姐啊。我护书啥？啊，我唔是护书，你咪应征护书。啊，你看过你是咧看啥啦？这间病院的医生，阮什么人？恁囝。阮囝。嗯，我算做医生的老爸呢。我知你医生的老爸啊，但是这间的头家是阮医生啊，不是你啊，阮医生在管的啊。啊，我代志还没处理好，你莫在一直看。拢走出去，拢走出去，还不走？喂喂喂！怪你！喂，你安尼有够？我这无要请人啊，警察。你有够无理呢，你啊！你呢？人家拢甲赶走，你安尼是啥物意思啊？遐拢花痴呢，拢无眼的呢，一尴尬吼，拢假无伊啊，讲要来看喙齿，迄喙齿大家拢好好，拢袂来看恁囝。你也想看麦？恁囝是黄金单身贵族呢，遐查某囡仔敢好？对不？你啊，这人客拢哦，你这死了了一挂还价啊！你是小姐，你无啦无啦，哟，安娜你有小三啊？新搬来啦，我住五楼啊。五楼哦。对啊，啊我好长你高诶。你五楼，我住六楼啊。是哦，啊住你啊，嘿啊。这栋我你讲吼，拢全阮水人诶啊。是啊。规栋我地主啊。有当诶咧。系啊系啊。五楼我都新搬来遮吼，我读好你高诶啦。唔知恁家今说有欠人无？无欠人啊，无欠人。小姐，你有叫啥物名？我叫曾以晴。我叫考分老师讲，我老师来。考分老师先啊，今麦未来。哎，曾老师就很到诶。乖，今日到伫五楼。这都是五楼啊，啊，这读护理科的，哎，讲要来这做护士啊，要做护士啊，系啊系啊系啊，你进前是做啥物？哦，我进前伫动物医院呐。哦，我有执照啊，我冇护护士执照哎。爸，我甲你讲一下，我头拄去约会啦。哦，约会，安怎？你拄仔去倒位啊？无啦，我甲一个朋友识识啦。上班时间你怎会约会哦？啊！这店我开的啊！你那安尼讲，人客人来找无医生咩喏？即摆是医生啊，你医生啊？当然医生啊！啊，你先啊，安尼甲医生讲话。医生要有医德，你知？哦，你这个人哦，你来大家拢死袂走，我就感觉足古怪。你看那些笑笑阮后生，啊，那照你这个个性，那撮着你，我会互你赶出去哦。爸，卖手机，卖手机。这个护理科的，护理科住护五楼。方便，方便哈，对不对？你今年几岁？二十吗？哦，我囝二八，拄好。一八，差八岁，八花。这跟黑有关系哦。嘿，变。你咪后边介绍啦。嗯。那恁囝都乖乖啊，就好啊。你咪后边介绍好不好？你别硬请啊！你别坐遐啦，你坐边啊，坐边啦，我给定了。就看我老生啊，介意啊，再给你请起，对不对？我今晚啉着醉，那会酸啊。阿伯呀，要请者，我给你看。看者。专代治疗的。来，亚兰来，搞医药工具，搞提来了，紧。甲老头家看喙齿呢，即摆医生咧甲你讲，叫你拿家工具，拿家书。有听啦，有听啦，我唔是臭耳啊。对，拿家书，甲看。你说你哈，你是爱小花爱食，迄土豆拢会捏。你先哪样来？你好没？好了。啊啊啊！好，二号工具好啊。啊。哎呀，你把它卸下，你才冲啥啦？啊，平胸肌挂你条卡手。我如何讲？要还我不要分手？你讲啥？那听有啦。机箱背起来。你讲叫啊？伊阿看伊即刻听落，我听吞落。啊，做代志袂使无小心，你有手术啦。你是阮家请来的护士，
啊！我话你，咱还接不起这我老先。你是要看嘴去，要烧吗？我老先啊，真正拖条你，我迄空时代，恁爸独大就滚出去啊！好了好了，来爸，来搁看一下哈。啊，唔得啦！来收。唔得啦，唔得啦。嗯，我好，我们小弟，我管你挂了啥，我管我们小弟。嗯，哎，唔得啦。哎，亚兰，你莫安呢？我给他包刚包来看看喙齿的，人偌济人要甲我相亲，我拢无去。啊！就拢讲我这间病院，你住五六年啊，我嘛无要求要升薪水，我安尼哦，拢无休困，对无？无猜我一只酒五六年，拢袂当了解我。真的袂诚实啦，真的袂诚实啦！我来讲个就好呀，隔壁迄个。你咧有那护理专呢？住伫五楼，要落来才上班足近呢。我跟你讲哦，老岁仔人爱留这智能搞按摩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世人嫁袂出去吼，阮两个若无我都生一滴点阴面哦，都是你破坏啦。好啦，你即马有人啊？迄动物医院呢？你也要来看人的喙齿？我才看你免哪看。你若既然哦，你若无同意，老爸无同意，我相信囝也无可能哦，会娶我啦，袂娶啦。亚兰，亚兰。爸，你好好气啊，好气啊！莫啦莫啦，这创业啊，这都会甲恁老爸是冤家啦。莫啦，爸，你到尾我阿妹兄水叫伊兄我洗身躯，恁爸烫个六倍啊！这我不爱啦，这我不爱啦。你亚人真辛苦的。嘿，哎，医生哦，这店你搞搞者。好，对对，我搞者。你搞搞者。好好好，我去甲你约转来。好，好。无啦，叫袂转来，叫袂转来就是错啦，卖啦。这有点叫。靠！迄个好处比以前较歹，啊！这边安怎教阮后生啊？这阮后生哦，我老爷做医生哦。哇！安尼。当诶，哦，你穿安尼就缘投诶咧。有咩物啊？系啊，哦，我叫你当个车主。你讲啊？当个车主。什么当个车主？当个车主，朱医师，朱医师好。我穿安变朱朱医师哦，有啊，我变医生哦，你大个有会倒无啊？好熟悉的哦。咱暂时拢无人客，不要紧，你做护士。好好好，我会倒，我有经验吗？啊，我做医生。医生。医生哦，不过医生即马无滴个呢。什么医生无滴？你咧骗鬼咧未食水？啊！你穿这医生衫，我反正我咧看这，甲你叫你医生啊！你这不是医生，你即马是咧黑帽面啦！你啥坏啦？你哪样看啦？哦，我听到要死！你唔看，我怎么你以为生病的啦？好，快慢喙齿吼，不，哎，这请啉这，啉这，又甜又甜，这冰水，冰水来，你啉一嘴啊，啉一嘴啊，哦，你这好爱哦，你啉一嘴，看麦。阿妹喂，你这要受不了，你这。一位爱慢客，慢客啊！来，咱迄落一个，咱迄落合约一个。啊，是啦。合约一个，看起来最近个写合约。啊，你可以无啦，这是小手术。你一定爱合约啊，因为你拿好好来，我慢就不要紧。啊，你一定爱别个好啊，迄慢客有时啊会老过多，万一会老过多死去，
我没有护照。没啦，老岁不要紧，我兄弟拢换佚佗啦，我回乡看个侪，不要紧啦。快点去重点，你给我看看，我签，我签，我签。对对对，我叫保证书，保证书。哦，你那慢了有三长两短，甲恁爸无关系。好啦，不要紧，紧，重点紧了。好，安了。医生啊，你是快点啦，快点啦，啊，还没输啊，死啊，还输啦，快点，要死过来。这慢呢？系啊。哦。啊！你捌浪漫就出去这种的咯，阿娘喂！你今摆就想要好慢，你唔来先眼看者，我是安怎样？因为我这吼是酒气，你知无？酒到内面弄人，弄人弄我痛，弄脚你才会下面安尼。哇！你今摆出去内面有人，我一个车一空，好人流出来。哎，车一空，流人。嘿，安尼嘿。OK， 你看咧。对对对，那。我问你，哎，哦，我嘛是出去吃，不是要烧螺丝，你搞啥？这个要搞烂嘞！我这无事嘛，半点没。这什么烧螺丝的？这就是我跟你讲的，喙齿吼，那边的齿患，你要甲落一空。安尼落一空安尼条，落一空，因为你的人一定在内面，你唔知挨家呢。没，伊的人才会流出来。我再没。一只板就好啊，这支网来，一只板，这支来我来可能练你，我无骗你。好，一只板，你无来唔好，你有做唱啊？唱啊，你阿伯有唱嘢，很多钱嘿，唱嘢大支诶，来，来，这支。不要，不要。我先用遐重的，搁插电针。你举这个怎么是要我阿公来给我震动下来哦？不是，我是讲规个，你都讲有落人啊。我规个用这敲起来较紧。不用这敲，你用一万来，因为我等下叫代志要敲，我等下敲代志足严重的呢。迄个地头的代志哦，迄下地龙嘛，这头人代志也敲无好势哦。哎，我性命呢？啊，你举这个给我震动哦，我就袂喘气啊。拜托，举较细支的，这伤大。这嘛，哎，这伤大，完了喂。这支，好，这支安尼我做好。来，观众朋友讲拄啊好啦。无抹麻虾。无抹。大家合约好啊。好，谢谢，好谢。OK。你真正好，你的嘴齿看这细支，哈！你后等来这大支，我叫笑诶！安尼啊，我唔捌扳嘴齿，扳到我手会喘。朱医师，你做到诶啦，即个都拔起来。对，起来，起来，啊！冲冲冲！哎，哎，转来啊！哎，转来。你咧爱阮后生安尼哦？嗯，不要紧，哎，我会讲，你会使娶某啊？啊，医生，我会做。哎，这是做啥？这阿爷爷嘴齿粘未住啊！站袂掉，伊拜托我个慢，我拢无注意下。啊，你要下下子盖都办起来。安尼消炎一下，消炎一下。哦，这里这里，你个看，你个看，你老爸是真厉害，厉害啊！好看，哎，消炎。啊！你哎，伊个你办唔着急，个你办脑震呢？不管不管，别看我个脑震听听，我先个办了脑震，啊你好辛苦，啊你这。合约和好了，合什么合约？无代志，我有证据了。什么合约哦？还无准时啊！你甲我办着一支，你不要规则拢甲你卡掉，你也慢慢来。嗨，朱大哥你好，好久不见呢。二十年无感觉。哎，亚兰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们也好久没见了。对对对，但是我没有到20年了。你跟朱大哥20年无见面了。这个是14岁的出道，唱头一段歌《走在铁路旁》。对，主持人就是我。一条歌的歌名叫做《走在铁路旁》。哎呀。哦，夏之旅，夏之旅，另外一个名字也叫《走在铁路旁》了，也可以啦。我是赶快的。我是歌名讲唔对的名。你两个名，阿姑仔你讲。哦，来，甲拍破我个歌来者。谢谢。我马
伫台南拢看你的节目，只敢讲阿官啊，你去上只节目就讲好啦好啦。是恁老母甲你讲才来啊？啊，无啦，大家拢有啦，拢有啦，这个我看到你呀、啊，也想看看你们呐、啊，真的老朋友，好久没见了、欸。我听你的歌听到会忙嘞，嗯，谢谢。我讲这叫做屏东来林乐，哎、欸，阿姐讲的这对，云林刀乐，刀乐哦，哦，我讲两个新加坡的，我也要听你的歌，专工借我年纪过，这两个啊，系啊，我爸爸也是。娇小，拢是典型，拢是新加坡的兵诶表演替我行诶。哦，所以你老爸是甲朱大哥结拜的对啦。嗯，敢无我两家这条啊？啊，一个骄傲啊，一个谦王。我骄傲甲含我拢有关系，我唔知恁老爸会办呢。我爸，我啊，那迄阵我伫后台咧讲话，伊拢咧偷听去谦王。哈。我跟你讲，阮爸是你的忠实嘞。对啊，我讲伊，我忠实，伊有么做好个啊？啊，伊唔是，伊唔是签啦，伊是迄落安尼啦，安尼。我妈叫我。对啊，我细汉的时阵安尼。哎，我做大面。我唔知呀，啊，反正我得辛苦啊你，我辛苦高中毕业呢。真的哦。对啊，是啊。你甲看，不猜细汉就一粒仔带青来，啊，结果去撞到一个跋脚的，现在你无跟伊有啥物任何亲情关系，无你真正无法度伫个厝享受，我无跟你讲。你看我什么呀？啊，无啦无啦。哎呀，知道了。我是唔知影，我是唔知影恁老爸跋脚啦。哦，啊，我蛮睇你细汉有型娇小。哦，我真正是型。因为我有型人惯势啊，啊，怎啊麻痹。我比你较早型帅。我知影啦。嘿啦，不是啊，啊，你是自作自受呢，啊，是特别型小呢，你较可怜，你较无可怜。我算应该的对啦。我见到拢过去啊啦，拢过去啦，总是要有新的开始嘛，对不？好啦，你因为你头一抓出来，我拍戏给你落位啦，拍戏给你。没有，不敢啦。我别安怎，你来讲啊，不敢啦。我上这部啊，我头一个这部呢。对啦，对啦，谢谢啦。你感觉奇怪，我听的声，那囝生落的声拢无变啊。人讲生一个囝就落高机会，一声拢无变，你感觉真甜美吼。哎呀，你可能生囝无落半机哦。无出来钓一款，我真介用着你，我嫌啊了无钱。你太有太无钱。就是因为迄落啊，我能做秀最后一工对无？要领钱啦。啊对对对。我爸去介绍啊，哦那时候我还小，我就我就想讲奇怪，哎就讲来蔡英娟的领那个你来请款了。会给去的。哎呀对啊，不然我这我唔知呢。啊恁爸嘞，我四个找找拢无，找我嫌啊了无钱。原来伊都在顶晚表演，爸走去看伊表演呐。哦，去笑啊！看一个我遐么迄场白唱诶，爱看你呀，系啊，看甲袂记得去甲因查某囝提钱领钱啊，是啊，就是安尼啊。啊，恁老爸就讲这个钱袂走伊啦，啊无啦，普通在做歌星的妈妈嘛拢派一卡底下底下等，啊那袂袂叫啊。啊，你这个看甲袂记得，可能爱去请款啊。那恁两个是什么关系？啊啊，保镖，系啊，保镖啊，保镖，阿你咧，管家，大小姐，哎，伊保镖，你该啷个呢？咁着？无啊，就跳舞，那有安怎？你老叫恁老爸看到吼，你皮都变较硬嘞，啊，够恁家啦，迄工课拢唔去做，哎，我是管家咧管人的咧哈，你说是洗衫煮饭拢我咧煮，啊，你唔免去煮呀，拢阿你面内底，迄头家面床阿未煮好诶，你是对唔对？啊，大小姐啊，你嘛唔通安尼，啊一尴尬嘛咧爬爬走，啊恁老爸叫我甲你顾咧呢，啊你裙穿啊短，哎你个高走囝呢，这是苦啦，财产足侪呢，哈，无要紧啦，我拢伫咧厝啊，我也无爬走，厝于全球首富呢，我咧讲恁老爸，倒掉，别拢爱等咧，叫恁爸当处长，叫我惊着，爸，你倒来啊。爸，查某囝，你请来就叫要看到啊呢。啊，
好啊，你安尼，哎呦，就等安尼，你嘛拜托个哈，你是千金小姐对不对？我知啊。哦，要你忙安尼啊，和管家当下迄落。爸爸，今日哪会这么早就回来啊？今日做大回来要来报告好消息。啊，什么好消息？咱哦，咱岛内这好业，这大生意，我签约拄好当去签呢。哈？你去签你不爱签吗？你搁去签？啊，说偌济钱嘞？啊，有对无？你当作恁爸签白面啊？不，你讲你搁去签？我去签约啦。签约啊？我是讲你得酒抓白签啊。哦，这摆签过20亿。爸爸，你这酒厉害嘞！你真高，不管你生出来查某囝拢遮水，脚拢遮长。爸爸，我的脚不输你迄个对不？水上好，伊倒一个，我去啊，这哦，我去日本，甲迪士尼签约。好，迪士尼因了这好生，迪士尼好生，我叫迪斯姐，迪斯姐，阿你冇看见哦，嘿嘿嘿，人日本人有无？啊，足够俗的，结果去讲因囝，拄倒去。在台湾留学多等你哦，阿哥什么地带？你有看到吗？啊，我有看到啊。嗯，我要叫伊来相亲啦。什么？爸爸，我不爱嫁啦，拜托嘞，我这才少年，我要陪在你身躯。你不爱嫁，你都吓死。你咪乌白来，你袂使甲管家同款。管家哦，就是伫咱兜，知无？啊，伊就是不爱去外口，对无？伊讨厌查甫人，你无共啊。不爱了，爸爸，我不爱给啦。啊，我就不爱给。我跟你讲哦，我一定有甲联络啊，联络讲我一定回来到家，回来叫伊来相亲。你要来家哦？有，应该到啊。你哦，哦，来啊，哎，宝贝，甲开门者。别动，趴下。你袂乱甲你卡，爹爹哦，做迪士尼的哦，做后生呢。你当做啥物？你当我站在这看？错，阿不是啊。但为着要保护你，所以哦，我一定观察详细，看有炸啥物石桥无，还是讲其他啥物物件。你要炸石桥，甲炸石桥都用关起入来啊。啥物做石桥？大粒的，会崩的。哎呦，哦，处理话。不是啦，这故意人的嘛，哈，拍谁拍谁，拍谁拍谁拍谁。谁讲的？这。你真的长得好漂亮，我想要把你。你说啊？啊？你说你冲后悔啦？我该赔钱了。哎呦，你出天众啊？没有，我没有要那，我想要送小姐一朵花啦。这里啦，花，听起掉。我也想要送你一朵花，你真是我见过最美丽的女孩。就是人哥，哎，讲来这边引到咧迪斯奈哦，啊来看到小姐讲，敢那送一朵花呢，拜托个，哎，阮千金大小姐，哎，阮这个头家是台湾首富呢，伊偌济钱的呢，啊，你摕一朵花来送。啊，阮小姐吼，那真正要嫁吼，爱穿好、食好、做勤苦，对不？坐咧食倒咧放，对吧？啥物咩？坐咧食倒咧放，哎，就破病毒当安咩？不是啦，坐咧食饭，哎，那还那坐咧食倒咧困啦。我们家去年生意不太好，但是只赚了20亿而已。不管大小姐要什么，我一定拢想办法甲满足。我想讨厌的就是钱。你太安尼呢，啊，人都生意，你啊奇怪呢，对不对？你啊，哎，头家，你花应该我去捡的呢，我管家你一直爬起来创啊。哦，对。哎，你给我等等。我未记我头家啦，我女儿的事我在决定的。是。你回你日本，跟你爸爸妈妈讲好，一言为定，叫人来家提亲。叫人来家提。叫人来家，叫人来家。提亲，是叫人来家提亲，请他们来提亲。哦，请他们，我故意这么干过，请他们来提亲。谢谢朱董事长，谢谢朱董事长，麻烦你。那朱董事长，你们来读朱董事长，你别再叫朱董事长哦，你要叫未来的
野户未来的爸爸了。好，对对对，好，哎，是是是，未来的爸爸。嘿嘿，那我立刻就回去准备，我们就真的，谢对对对，谢谢。不必，等一下，嗯，我上去，我给我上去。我是叫你甲送呢，你不是叫我甲斩？嘿，甲送啦，什么斩？要不要？好啦，爸爸，你哪会当人亲戚讲讲两句话，你就甲我嫁出去啦？我怪啊！你忙还讲，规个日本的迪斯哪会弄伊个呢？你看伊穿啊呢，就知影就花的好不？我才不爱嘞。等等，我听我听，我讲给我听。你要考虑好，爸爸甲你找这一定袂歹。你是咧忏悔啦？看到啊！你爸唔捌看到不？管家啊，就在听一个电话。啊！喂，哈哪，紧讲啊！哈！飞扬，等一支卡。好好好，了解了解。什么？你未来囝婿讲出去车祸，断一支脚啊，毁容啦！老弟，啊，你会记细汉的时阵，大小姐无去用算命无？哎，伊敢毋是甲算讲伊死了，我就听下。哎呦，讲相讲伊少酒钱。哎呀，卖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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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渐渐和咱无关系。你和咱无关系。你哪呢？你袂使安尼讲，你讲到尾啊，变阮祖囝较大个，对不对？伊原本自早就要吃好啊。不，我看吼，小姐吼，好甲送去做尼姑啦。不，什么送去做尼姑？不要。爸爸，恁是咧讲什么变？没有，我告诉你吼，那个人啊，要来甲你定亲迄个呀。系啊。迄个讲出去，想吃好啦。太好了，这样我就不用嫁了。什么太好了？千万不要嫁。下当哦，你不要嫁，迪斯奈这种的，那种叫嫁不成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还有一个残桥啊。哈？啊，搁有？嘿，刚才因的土地滚啊，清家，知不知？应该，我来啊，阿开门者，哈，你好，你来，哪啦？哦，一直开你门，刚刚我都开门的。啊！阿伯，炸弹，炸弹！我保护你，什么叮当？你即摆是要搞我地火死，也要保护我？我保护你啊！我惊讲会有炸弹。饿啦！等你啊！哎呀！要我白来，要我白来！哎，有炸弹，你们叫伊较过。伊就是挂线拿，线拿内面可能那不是底饼。啊，就是多多好食的物件。对对对，阿伯，我爸爸讲得要送给你的鸡啊。啊，奇怪的，你我伫恁家的时候，恁老爸都好，恁奶奶讲话大智啊。你即马是咧看啥啦？看有啥宝无？你是咧看这只是公的母的安尼哦？阿伯你好。你是有手无手啊？有伫遮。顶了阮安公诶，即恁公诶，阮安公诶，欠好，欠好。啊，我一讲，我甲恁老爸讲，即阮祖囝，哎。你做啥？你做啥？你做啥？你今麦你创啥会啊？我妈妈讲叫我出门这条囡仔下咧，啊无。看到了这，我也挡袂住。恁爸爸干生意啊？哦，国囝诶，国囝。恁家外乡呀？阮家铁鸡啊，铁粉雕啊，迄粉雕啊，放出去，飞三工，拢阮家的土地。阮爸爸顺坛队即摆拍算要起高铁诶。讲伊外公，伊现讲因家咧要起高铁诶。我停地落来，超紧张。阿伯，恁大囝会当轻轻叫我徛。你是要我甲你扒落？前面我系左脚先叫你徛啥？我妈妈有交代，讲爱先徛起来，
这一人看卖检查。好啊，你这个话，你这个话讲得够着上万，你无得搞入面啊你。哦，好，站起来。我看一下这一人啦，这一人。好，这一人我看卖。好啦，红看者。我是安怎要给你看？要啦，人家在相亲呢。起来，拜托起来。口吐白沫嘞！我一个梦，你电话到底是谁啊？别拜嘞！爸爸，是硬的，人帮是袂硬的，出来弄啊！阿伯，救我！惭愧，又白来，这人来你相亲呢，你当作啥物话？尻川呢？他有可能给你摸，伊是要安尼相看卖安尼啊？我妈妈讲爱看迄尻川有大无，哪有大代表足高生？啊，这尻川有够大无？真大！爸爸，这怪怪的啦。好啦，我跟你讲吼，你嫁予这达工拢伫恁厝，你嫁予吼迄种烟斗的，达工伫外口，你着约几工的，知唔知？等后你约着，一定甲别人生囝，对无？我讲，伊回去哈，啊，甲恁爸爸、甲恁妈妈讲，啊，怎啊找一个人来提亲？你咪搁甲讲，嘴软搁流出来啊！哎呦喂啊！阿伯，我看来恁家拢规定不乖。好，啊，有缘较接来咧，哦，这单亲事我有应准，哈。谢谢阿伯。我先来走啊！好啦，紧走。阿妹再见，再见。哎，保镖，别个保。再上出去。哦。哎，东来，你忙个踢出去，这路你踢出去，等我死在门口。你莫白来，你莫我白，踢。好，来，好，叫恁爸爸妈妈。哎，过来，来点。可怜的龟身骨干呢。谢谢阿妹。恁两个是要伫遐转偌久啦？你嘛唔爱迄落。啊，我去因家的时候，伊真哩袂安尼呢。那来到床单安尼啊？我到当时啊，查甫看查某会气啦。哦，气笑啦。气笑。哎，但是六，当时六，死啊！是当时六死啊！当时六死啊！而且当时都惨嘛。惨嘛安怎？都系伊个哦，伊个走出去外口，结果十几只可能我牵着啦。夹到啥啦？十几只军粮口，夹着，夹落，啊夹到腿，呀，啊，呀，迄唔着袂生啊？哎，算命有够准的啦，准甲会惊死人啦！会食膏啊，我无甲你骗，恁查某囝真正是少秋青啦，唔通啊啦，真正甲送去做尼姑啦，什么害死人啦？笑的，我这好囝，这左囝，什么都送去做尼姑，不要紧。台湾呐，嫁袂成，外国的。外国的今仔日要来，今仔坐飞机。我跟你讲哦，迄、那个做印尼的华侨有无？迄、那个要坐飞机来咱家，要来咱家相亲，3:30吼。哎对，3:30来我来讲，你阿妈做回来相，做回来相。好，是，对。喂，我们头家，头家稍等你。好，安娜，好。好，我来领证，好，再见。头家。免去啊！你那印尼华侨，迄个讲飞机爱半中档去用夹机，唔系夹伊断。一个旅游车弄到，一个又搞卡到，怎啊？这坐飞机要来只相亲去用夹机？那是意外，跟我什么地带？爸爸，我跟你讲，你莫阁跟我讲遐，我忍袂住啊！什么忍袂住？你忍袂住？ 你是要跟我拍呢？啊！我是讲，我有一件代志，要老实跟你讲。哦，我已经有男朋友啊。有男朋友？交偌久啊？足久啊！伊人嘛伫咧遮。捌听伊，安怎身体安怎无？拢安怎？该安怎拢安怎？你该咧？安怎拢安怎？安怎拢安怎？哦，啊你，哦啊好啊，这我无应人，啊无这落去煞。但你都有好嘅无？
普通啦。啊，普通不可能啦。是安怎不可能？门不当户不对啊！我是拢安小生，不是我、喔。对，就是伊啦。哈！我是请你来甲阮祖囝做保镖的。哈！就是啦，头家呀。这嘛唔通，这嘛待在家这么久啊！你嘛莫害人，这个扫秋千呢？咦，这嘛要揣伊，你敢敢？看嘛，看嘛。什么看没？不。是阮祖娘叫我教的。看看有什么叫教？我跟你讲，你这嘛出去，我一出去，进外口车等者，你出去看嘛。叫我去上去的。嘿，出去。出去看啦！出去出去出去啊！爸，你叫人出去是要创啥？出去啦！我跟你讲，我有代志无代志吼，我就知影，对不对？真正咪错一个，我叫谁啦？错一个。你若讲今麦来住伫病院哦，那安怎？你若讲和咱无关系，哈？喂喂，啊！嘉禾。真正车祸，头家啊，你甲看啦，搁一个啊啦！你头家真正是受伤心啊！啊，真的伤心！嘿，叫两台车烧了，那司机当场哭，刷起来。嘿，啊，我无安怎啦？讲当场死，当场死啊！门口靠两台车烧了，当司机当场刷起来。不是你，我无错个，我错个要安怎讲电话？啊，好假仔！查甫囝，安尼你可能原本来计有这种的，未堪你计有好野人，就是。哦，安尼你性命无准。无啦，破气啦，哈，伊可能七八厘较重哦。嘿吼，有可能。哦，安尼好，和您结婚。啊！哎、欸，你哦、喔，你，哎、欸，哦，哎、欸，伊个足可笑的，这我跟你讲哦，好深情哦，我讲给你听，这块瓜都啊，这孔庆啊，今年照相好的一块。朱大哥，我跟你说，我从来没有看过小虎哥这么深情哎，看过我家己拢会拍死。我跟你讲，你看恁两个人出来唱歌尔，这大家拢拍破啊，放弃。大家拢听啊戆呢，啊有听啊困呢，啊有啦，无啦，无啦，困呢，迄个有辆车来，可能晕车啦，太忝啊，太忝啊呢。哦，拄啊朱大哥哥伫台下指挥呢，哦，伊嘛做头路。就一直就对我的心肝，啊你拄啊对点管对。哦，迄个所在袂歹吼，迄所在对咧乖啦。对的吼。哎呦，我雄雄吼，雄雄讲吼，阿伯来上过，阿得。要发生代志安尼哦，啊，看你做，看你真唔甘安尼啊，是，赶紧来给你看一下。哦，你讲你的，伊咧讲你的地灯啊啦。哦，地灯啊。那地灯啊，看到都拢我咧看呢。我今麦看，今麦是看咧俄罗斯呢，你是啥？你的意思，你无进来上者，无通上啊。好啦，我爱进来给你看一下啦。对啦，关心啦。进来给你看一下，你鼻下有向我大坑。因为关心你啦。朱大哥前两天在电视看到你身体敢那吼，规组都无讲介好，什么后天尿病、腰子无好、搁倒位无好、腿无好，我就烦恼的呢。有遐严重吗？嘿啊，叫我前两天做爸爸去你坐莲花啦，看一下。我可是坐轮椅嘞，无，你坐轮椅更加严重，坐轮椅去甲菩萨做好朋友啊！嘿啊，我烦恼一下，想讲安尼要安怎？啊，梦中啊，我拄好进前有唱一挂迄心灵音乐啊。嗯。老师，我梦中不是唱这首歌，我是唱《南无阿弥陀佛》。坐莲花，赶快去！哦，那是梦中朱大哥。你给我试感哈。对呀，那是梦中啦。结束。啊，你不爱梦啊？结束哈。啊，不会啦。就两个人在唱什么？赶快唱一唱。王舒婷，我叫俄罗斯水呢。
哎呀，我才讲你的皮肤甲什么人平白安尼尔，讲哦，看着足好。你才在讲谢谢大哥，你起来什么？当时你迷茫，我安怎？不，朱大哥，你像亚兰姐讲的，安尼是帮你添血秀啊，对不？啊不，朱大哥，我改换一句好不？你绝对爱听。要再一句。财神咒好不？你爱叹气呀，对不？财神。嘿，我赞巴拉扎连扎耶梭哈。哎，这有哈，啊，我唔过无你跋梭哈呢。好啦，一中中你拢开巴拉票好啦啦，我赞巴拉票好啦。这是，这是财神咒，黄财神咒，你听有啊？我听有啊。内面有请我开巴拉票人，你搁唱一摆。王占巴拉占占耶梭哈。啊，这个人编这个我是叫我输掉神经编的。走啦走啦，输卡。没有，这就是物极必反，对不对？负负得正，所以吼，这首歌唱了了后，表示朱大哥要大发财、大发利是。对。朱姐，这是黄财神咒。你睡睡睡，谢谢朱大哥。马个背，你也不是演剧啊，你敢看？不是，咱讲实在，你讲的话吼，咱来讲一个啊蠢，无睇你做一个，这什么的歌王，什么话，讲的话什么，什么低等啊，什么话，这才乌白讲。低等啊，我讲的啦。我老弟讲的，我刚才我就是低等点咧，都低等。所以你搁敢请伊来？伊你即马要出头啊，出尾你讲的。对，朱大哥，你看到小虎哥，你有就惊无？伊在台阶咧。今天我甲做裁判，伊才有能做瓜哦。真的，真的。哎，当初拿不着啊！我甲你讲，当初迄阵哦，就是人本来哦是另外一个爱冠军，迄个冠军呢是第二个。哎，又给你塞红包呀？他有啦，伊也唔捌我。啊，无你呢？伊咧穿纱松松啦，吼！啊，佮迄阵毋是留这个头毛啦，对，迄阵留迄个，佮咱袂输啥物头咧安尼。以前嘛，即做歌王才留的。啊，迄阵我伫遐咧学做，伫遐咧做裁判，对无？迄头家啊，伊哦伫遐听伊的歌，伊听了爽哩嘛。啊，你会知影较有正气的人，伊会话来。如果啊，啊佮博本能，啊，你会变落对一个冠军哈，是吧？你有一个哦，我去夹脚了。嘿呀，没有，我想哎呦，阿蛋阿娘很好，啊，就因两个拢差不多的，别挖啦，安尼就对啦。啊，到尾伊来讲安尼隔壁迄个嘛应用啦。哦，因为阿娘啊，爱听多诶。啊，就隔壁迄个就是要编落迄个第二个啊，安尼就对啦。但是我甲党来讲，安怎也是一个较悬。啊，尾后我才讲，我若同款要有一个，啊，你唔相信，我献互你看，我就献分数互伊看，结果伊就赢三四分，赢三四分，啊，就冠军。哦，这算千里马甲伯乐咧。无我啊，你今仔有今仔伊，你根本去台湾底层啊。小虎哥很优秀诶，对啊。其实我是足疼伊。对啊。我足疼伊。小虎哥，我常常到小虎哥家去啊。啊，你好。对啊。他这么难可能还有你走。真紧就放贴啦。喜欢煮林咖啡啦。对啊。煮咖啡回林。小虎哥的咖啡煮得很棒。你空空的林人的咖啡，你要不做不会多拼。对啊。哎，那咖啡呢？两把你手安尼黏黏的落去。真的吗？空空的。不会啦，小虎哥正人君子。来。爸爸，啊，哇，对啦，这就是咱今麦要大个所在哦。对。哦，哎，阿贵啊，你叫你啊，阿贵，你想啊，你是来看公司机的啦？你看这环境，你看有舒适无啦？不，紧，我见哦，就舒适啦，老公。亲爱的，等你到顶，不管是住在天台，还是海角，还是住在梦空地，还是住在梦空地都可以，梦空地就是王阿婆啊。哦，我拢愿意，因为我是真心的爱你。人讲吼，家家对家杯，家高对高照。是。嘿，你这个乞丐，我甘愿派家知道。不管跌多，我拢愿意。好啦，妈，你好会放电哦！你这样一直放电，小孩子在旁边不行。对啊，你即马是按外口来，甲我住在这个所在，不是讲要出去，还是讲要离开？以后咱店面哦，都要大家生活在这个所在，要好好斗阵做伙。好。系啊，我先把门牙先放下哦。好。奇怪啊，阮
阿文，你前那边唱，那当时安尼，无啦，我来做，救急了，做了护健嘿。好啦，你说这些叫温暖呢？那叫温暖吗？什么叫温暖啦？你们看差不多哎，你们今日叫我后生看到要安怎啦？那要哎对哦，啊，恁后生呢哈？哎，台湾啊，叫伊出来跟我熟悉一下啊！来！哎呦，来！的心肝底，到如今已经三个月，真心的契约无问题，出错的是大家一对花。赞！哟，赞！哟，阿亮。爸爸，这是爸爸嘞。爸，我来千交代万交代吼，讲叫你踮咧厝诶，唔通去外口乱嗦。啊，你不但去外口乱嗦，搁啊带这阵七仔回来。十六岁，我嘛是爱考七啊。无啊，你一届考我七个，你身体敢袂堪诶啦？无啊，我咧双关对一个啊。啊，阿娘喂，这恁囝娘啊？系恁囝娘啊？哇，我壮仔，你看卖，一届考七个。后生比老爸搁啊了诶，是安怎呢？我被讲起来，那你伤着伊个自尊心，你敢知？这是啥物人甲我讲话无？啊，无，我先处理一下吼。啊，你这比喻会使先叫人转去无？好。啊，我叫。哦，他们好像七仙女哦。七仙女哦。对啊。好美哦。七仙女加我下去，哈，就是八仙过海。八仙过海。好啦，七仙女回去，我再打电话给你们哦。跟等。哎，我真会唔呀？对啊，我。你坏小弟头明显不行哦！哎呦，哎，阿弟我冇识晒哦！你干咩小亮？就阿弟干咩？色狼啊，色狼！阿娜，妈，我你讲，阿娜，伊小弟哥，是阿娜。哎呦，我逐摆去变数，伊拢直条白甲对条条，你啷搞偷看？那阿弟啦，哎阿娘啦，你也是讲早间偷看呐？我冇甲偷看呐，我要放大号啊！啊，放大号，你查多少点啊？帮大个拢爱占查某迄边，查某迄边较有抓。啊，对啊，查某迄边较有抓啦。哎呀，我甲弄门啊，弄门伊拢无出声。我今仔内面唔知发生什么代志，我唔知背地阿边过看窗啊，啊，伊都我可能个。好心啦，好心啦。你好心嘞。哎，是嘿，什么人？哎，是恁小妹呢。这个我妹妹哦。系啊，你妹妹啊。你先啦，我跟你讲啦，啊，就啊，大家拢知影吼，讲林母啊吼，啊，就已经往生去啊啦。啊，第一林母吼往生进前吼，我就去夹着一个小三啦。哦，啊，即马就因为林母啊，就已经转去啊，我想讲，就较大方的，甲因我囝带转来啦。没对呀，阿亮啊，阿亮啊。有家长不饮水，有家长。我是讲你要创啥？我做查某的，怎把你的个性啊？你，我老母也未死，你外口就有小三啦。是啦。啊，我老母拄啊当时十几年嘞。我是有甲恁母啊请示过啊啦。你有甲看，我母啊人过身里面，我有甲你应。啊，我就甲拜拜，我甲请示讲啊有宝贝，伊就我三个神杯啊，讲我这个袂歹啦。我母啊，系啊，有应准哦，你带小三回来。哎，问你不要去问伊。有赞成啊！好啦，你注意就好。阿公，你放心啦，你看，哎呦，恁这阿娘吼，生只高水着，我一定会给你好好啊，照顾，照顾。啊，我可爱嘞，那有高水啦，高水啦，嘿啦，高水个阿娘。哦，你们小哥们都是被混的。
血，佮做血，念佮会疼。哦，你拢红起来咧，拢红起来。嘿，红，我就只念安念，安尼用，安尼用，对唔对？阿良啊，我甲你讲啦，啊，就因为吼，碰时啊，我拢在讨海嘛，啊，我若一抓出去哦，啥物恁母啊讨价，莫人讲啦，我拢在讨海，吼，啊，出去一抓呐，无半年嘛，就要超八个月。你这个时间哦，你一直要娶这入来，你讨海无半年就要八个月，系啊，才有通好回来安尼。我以前啊，我的面中红啊，哈，拢会无同啊。未啦，阿亮啊，你看，你看恁后母，你看，笑到恁啊目睭安尼，哇，这个这神量的，敢活菩萨的呢。对啊，会对你遐歹啦。系啦，阿亮用心哈。你当时要出船？哇，现在几点啊？哎呦，哦，时间点要到安尼。我这边都爱。你无表啊，时间没搞。对啊。哦，对啦，嘿嘿，我看到也，我看到也表啊。你笑啥啦？抓去要去南美洲啦。啊，无半年哦，嘛都要年半。爸，咱讲实在，你是要出去多久？啊，就差不多上上，好啦，么三个月好无啦？三个月。三个月，连咪等来休一个月啊啦。好安尼。哎呀，休一个月，三个月啊啦。三个月。啊，我三个月等来，伊唔忙袂研究我。啊，即摆怎个走啊？嗯，要等你等当时啊。好好好。哎，你有听无？迄船啊，伫摆伫边啊哦。摆伫边。伫边啊啦。哦。老公，再见啦。拜拜。快去等来啊！你这有搞哦！你说啦，我叫你去穿穿穿穿啥？我你讲，那卡棒在房间啊底。今嘛，我甲恁小妹要住进厝，房间去拼拼，涂骹去露露，便所去清清的，被单搞我，有听到无？你搁看，你嘛即下大蕊，你比恁做妈较大蕊哦。啊！你啊看，一直看，先看啥？莫看睡着哦哟，进去啦！死人，敢插头跳的才会惊呢。惊到搁开间，开间啊！妹妹，妹你来。安那，我讲整理房间，哎，拢打人的工课。嗯，伊入去整理者。哇呀！我就一只唔捌整理，阮爸整理的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给我走咧！你过来，你过来。哎，哥哥公叫我去。你过来，你是我的亲生查某囝。你过来。哎，这拖累的啊，哈！你哦，你凭什么去？鸡叔，恁妹妹啊！啊，有你身家这个型，腰瘦骨，头起起头花两三斤，两斤卡到袂输臭马腿。你哎，敢使唤我的女儿？阿伯是不是嫁好野人？你是尖卡又瘦呢？你叫做错东啊，手来抽起，是不是嫁谁啊？我是阿伯要嫁好野人。阿伯嘞？袂堪你做。嘿妹。我性命有上公，我有要娶好野人。你娶好野人？我袂使想做想。你娶鬼啊你！你后壁若无去录电话听啊，拄个破皮老都变变西人有人。我是没来啦！哎，阿公去没？啊，我来啦！我来啦！我来啦！你家，你家看嘞？抬头前，考上来！我跟考上来，你不是不听的没？跟考没同位啊？我趴在家家啊！唔好啦！你做乜嘢？我趴到你骨刺麻你哦！你都唔知你做乜嘢？来来来，我来做啦！我来停啦！我来做。安尼你有看无？迄查甫的是无？你娶的这大某婿，后母入来啊？安尼你有看无？你人爱注意，你人迄个型的已经外口有诶。我看我会知有啊无？我有情哦。你咪害人啊！真可怜。天哪！你啊，娶一个阮老爸去出门尔，我开始做工过啊。日子足紧的啦，我安尼开始三个月啊啦。这真老命有影。梦啊梦啊，等啊等，等无心爱存。还叫我靠人等。
一日那花那布啊那菜瓜，啊唔趁人新鲜时，赶紧倒转来交陪。啊，阮人去遮久，啊，欢迎恁来个吼，目睭强要起烟，头壳强要青烟，我。我你怎想？你是做贼啊？吼？啊？我转来啊！我你转来，我知你七天了后就转来啦。你现在有魂无体呢？李白，李白，恁做嘛洗刷水是干啥？你看鬼呢？我问你嘞，今麦几点？七点十分。七点十分，我平常时安怎甲你教？我是咪叫你七点？中原无啥标准时间，七点。一定要等来到厝。我六点五十五分就等来。啊，就问下，啊，谁那七点十分才？啊，你在唱歌。啊？你在唱歌，唱十外分。你唱暗间拖雷。系啊。你做嘛？我都唱十外分。不是啊，你在唱歹听，我歹势甲你拍断啊。竟然跟我唱歹听。足足好听。哈？好听啊！这人其实拢拍门票，礼拜一张三千块，才听着我唱歌呢。竟然要唱免钱，你看你看不惯。需要半吨。满十分，干嘛半蹲十分钟？半蹲，脸看我，屁股朝厕所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妈，早见妈，我回来啊。我爱进来舔毛。哦，没没没哦，就舔。今天足欢喜的。欢喜啊！啊，恁兜当时饲一只狗啊？哎，你才是猪啦，不是狗。哎，哥哥哦，啊，你在创啥？半蹲啊。啊，你哪来半蹲？脸向他，屁股向厕所。我是妈妈叫你半蹲哦，系啊，无乖啦，妈，你哪会安尼啦？人爸爸讲叫你好好甲照顾，啊，你哦，自爸爸出门了，大家拢甲欺负，啊，叫伊洗你的内裤，啊，得阁捂你的内裤，啊，有当时啊，有一公公放掉要甲吊起来拍，啊，阁要用迄个皮鞭，啊，你人电视讲你咧讲，拜托，迄只半套，迄有皮鞭，你怪地垃圾嘞，送做真民主的安尼，唔安尼来，伊都足可怜的啊，我的皮肤我袂堪这地垃圾，啥主叫啦？你去哭啊！唔系啦，唔系佫叫伊哭啊啦，阿无咧，你若要叫伊哭吼，那我要佮伊当这哭。哎，你两个在门口石狮咧，喂，好，都卖哭啊啦。戆戆，你是我亲生的仔囡仔，去要你去哭，管你咩代啦？你能出边去白讲你后母可得情人囝啦？我说差唔多啦。你稍等稍等，妈妈吼，你那个里面我真心想你。真的哦，你那边边我听。你啊，小姐姐，小姐姐，小休困姐，有我伫个里边听。啊，你伫个在创啥啦？男的啊，男的来了。啊，鸟话，你拢去大间个百货公司哦。你看，这要创啥？哎呦，真正甲穿落去，我腰娇美嘞嘞，你啊。真正要给我穿。卡啥玛丽莲梦露嘛是拢皮安尼啊，你啊，伊敢会比你较水哦？你看。啊，这嘞，这穿好安尼吼。安尼哦，背一个，敢若袂输云咧过个咧啊！有买啊？有买好啊无？安那有啦！你也想要滴啊？嘿，有啦！你稍等我一下。你看，妈妈也是听你的啦，伊敢若出你个嘴尔啦，伊哦刀子嘴豆腐心啦，你爱嘛吼？你说干了啊？来，一包提。看我对你偌好，特别甲你买偌大领嘞哈。你这是人咧提皮无爱顶下面。迄电信局人无爱穿的，迄我去倒位讲，倒位买这种衫啦，恁那就买啦，迄狗仔边捡都有啊，搁有加抓这蛇呢，迄咖啡啊，你才有的呢，哦，这咖啡的，你唔知哦，这爸爸拿回来吼，一定个，啊，你莫讲点点得好啊，伊唔知啦，啊，你不倒腰未？啊对吼，啊对，我不倒最腰的，我嘛是，有这叫咧，有哟，你想我看嘛，哎呦。啊，真嗨呀！啊，咱兜剩一粒馒头啊，尔，剩一粒尔。咱兜总啊，姜丝，剩一粒馒头。剩一粒，我唔着过枵。回啦，阿亮，这条你吃。哇！卖讲我对你无好啦，我真正足疼你的，好不？内面总共剩一粒尔，你好食。啊，咱兜剩一粒馒头，尔，互你吃。伟大的母亲。你即摆才知影。伟大的后母，你唔知咧，现在讲我咧什么来欺负的，我对你讲我真好，你有看无啦？对啊，你吃嚼饭，好好吃哦。嗯，没啦，你查甫人，你爱做代志，你吃就好，你嚼饭。啊，安尼我无通吃哦。你啊，你巴肚枵哦？枵的咧。你做你吃，你嚼饭。阿兰，你稍等我一下。啊，那哥，我你不是讲跟他吃这粒馒头呢？阿兰，来，你吃鸡腿。来。
来，阿拉倒酒给队长叫。阿你夹给队，啊来来来，给你搅吧。好香哦。夹吧，夹吧，阿爸妈夹，爸妈夹，门一开掉。哦，好好吃哦。妈夹，嗯。哦，有个。我夹好，给你夹，嗯。喂，什么钱呐？买三斤的。三斤安怎？啊，一伊食未了啊，一斤好啊。你想要食鸡腿哦？系啊。你食鸡屎啊你？你养鸡也想要赚两杯哦？爸爸，老公，老公你回来，我好想老公，你哪样呢啦？吃快走！潇洒不？潇洒不？老公你等下你都干嘛啦？我问你。我你问，是啊啦，恁着食鸡腿，阮阿娘着食鸡屎，哈？无啦，那有啥物鸡屎？你听唔着？迄是伊在讲话，我讲你莫讲话，迄是鸡讲，是鸡屎因大兄安尼啦。你搁真够傲呢哈？你当作我听无闽南语哦？哎，无啦。你点点？爸爸，你就阿娘啊，等来啊，等来啊，等来哦。嘿，啊，你这三个月是安怎过日子？十六岁就染尿糖尿病，你是安那好阮阿娘十六岁染尿糖尿病，你是拢无去放尿哟？无啊，我三个月放两摆。阿你阿无去放尿？阿就拢错出来。阿家要放光无人，那会使怪我啦。你拜托好不？嗯。就算讲伊也毋是恁后生，恁也袂使对待伊安尼啊。那我是关心你，我无予伊食鸡肉，我是惊伊胆固醇伤高，我予伊食馒头是为好。我若是甲泡，我是锻炼伊肌肉。我甲你讲，我食熟食哦，阿娘阿你来。哦。我要讲予你听，你也听好。有啦，我伫听妈大声。听真少。我妈大声，即摆惊着伊收惊起价呢吼。我甲你讲，其实啊，嗯，阿娘啊。但是你真正好生啦！笑要死啊！笑要死啊！笑要死屁啊！哈！无啦，老公，你要变高叔，你变一个成的人客啊！拜托，你甲照一下。这聊聊走走，这个面甲秘书叫拖拉机挨过五摆，甲那秘书叫电梯压过八十几摆。真个讲我生，我哪有这好康啊？那可能生这生出来，这个人阮囝哦，恁祖妈甘愿哦。安怎？我也未想着，我想着再跟你讲。你赶过来。事到如今嘛哦，大姐讲给你听啦。其实啦。你看分我外高，我甲低啊尔，也分拢掉我的手。我就十六岁，你无我较高有型哦。你自即马开始三分钟咪甲我讲话，甲我听的。在五年前，阮某，也就是阿良因老母。谈到你，同一天去病院内底要生囡仔，结果你是一个查甫的，就是阿良啊。阿母呢，去是一个查某的，就是阿兰啊。啊？阿母听讲生着查某的叫阿妹，无法度跟阿家传宗接代，所以啊，伊才改叫医生啊对换过来。你是阮某伫个伫要回去的时阵才甲我讲。啊！你敢不相信？虽然你讲我真辛苦，我听得真迷茫，但是我嘛是无啥物相信。你不可能！哦，这太牛了！你真的不相信？我不相信。啊好，有人讲过一句话啦，讲母子连心啦。嗯。老母甲后生是同一条心啦。系啊。恁注意看。看啥啦？因为我普通时食凉的吼，嗯，拢爱食出冰的。听好啊！我在玻璃在咧哭，你嘛等伊趁落去，你较正经的好无？喷喷。哎呦！还怪我？啊！声就恐怖。嘿啊！我嘛是听这个声。伊边在要吞出来，要吐出来。哈哈哈！你笑。哥，我要过去。老母，老叫，叫叫。老公，老公，快叫！阿干我！老母嘛惊冰糕的声，囝嘛惊冰糕的声，所以恁拄只恁两个看到底，你唔知影哦。哦。啊，你真正是无我惊呢，母子连心呢。拄好我两个看到底了，你嘛惊冰糕的声。你我的老母，没啊，我唔相信。
我去用电梯压八十外摆，嘛无可能伊会惊。没有啊，阿娘，你虽然要去用电梯压过，但是你把这话捏紧，我捏我真巧。什么？不是我，我这拢抹粉的，我拢抹粉的。我怎么愈看？啊，是我家己处理的。你天然。你是我的囝，我你的囝，你哪会搞我欺负？我搞到唔对人啊！你我不是我的囝，我不是你的囝啦，我无